是按照欧盟标准定制化生产的，即将发往奥地利。接着我就带大家上车看看啊！我们看看这个双层动车里面是什么样子。一上来呢，这个通道给我的感觉啊，就是特别的宽敞。刚才魏哲浩主持人也提到了，我们的这个双层动车它的设计啊，载客量是比单层要多出来30%到35%的。所以呢，为了方便乘客的上下行，大家请看。 我们的这个车门呢，是采用的1.4米宽的超大车门的设计。这个车门的大小呢，就好比是我们坐的地铁的那个门一样宽。另外呢，为了方便运动爱好者的出行，我们根据客户的要求，在这一侧也定制了专门的自行车的一个停放区域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跟着这个小楼梯上来，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个空间。 这是我们双层动车特有的一个空间，叫休闲客室。每2节车厢中间有一节，而且处在一个半层的位置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在休闲客室里面，我们是定制化的设置了，看自动的这个咖啡机，还有自动的售货机，可以让整个的旅途呢更加的惬意。我喝一口啊，嗯，味道不错。 在株洲，我们说起这个咖啡啊，其实它还是一个时间单位。什么意思呢？株洲拥有我们中国首个突破1000亿规模的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集群，在这里啊，也是我国普系最全、产品最丰富、产业链最完整的产业集群。那一杯咖啡的时间，我们在这儿就可以集齐行业内的顶尖专家。 而生产一台电力机车所需要的上万个零部件，从配送到整装啊，我们可以按小时来计算。正是得益于这样完整的产业链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一台双层的这个动车组啊，它整个从合同的签订到最后的车辆下线，只用了18个月的时间。它的项目周期和国际同类型的产品相比，整整节省了一半。 那现在呢，我就已经上来我们这个动车组的2层了，大家可以仔细的观察一下，我们这个座位啊非常的舒适，它下面是悬空的，看到吗？没有支架，这个设计呢可以让我们的乘客乘坐起来更加的舒适，而且呢还可以放一些行李，提高空间的利用率。当然了，我们的动车不光要让乘客坐得舒服，还要跑起来更快、更稳。 更安全。我们今天现场还请到了双层动车的研发人员，大家好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想问您一下，我们的这个双层动车，它的个头变大了，然后乘客也变多了，这对它的速度会有影响吗？首先，我要告诉您，我们的双层动车组时速可以达到200公里，而且您可能想象不到，它的重量只比单程车增加了10%左右。哦，那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？给它瘦身了吗？ 您来听听这个声音。好，是不是有点不一样？很清脆。是的，我们的双层动车大量使用的碳纤维、波碳纤维这样的新型复合材料。嗯，这个地板也是特制的墨地板。嗯，不仅更轻，而且在冬天可以加热。这些轻量化材料结合结构优化，就最大程度的降低车辆的重量了。 明白了，谢谢您。好，谢谢。那据我们了解呢，我们的这一列双层动车呀，它还有一个特别之处，就是它采用的是灵活编组的方案，可以根据客流量的大小，像搭积木一样，在4到8节车厢之间随意变换搭配车厢，是动车组里的。 变形金刚这个方案呢，同样也是适用于国内的线路的。我们可以把它当做是城际动车组，或者是中长途的一个车辆，来帮助乘客出行提供服务。